前期捕捉最强神奇宝贝古代遗物光兵 Hello 这里烧饼赛，这期不知道是刚刚惹爱的第几期视频了，我们这期要去捕捉这个前期最强宝宝十级的光兵，古代遗物光兵啊，一开始就可以抓这个牛逼的东西啊！我这个内容是试玩版里其实就已经有了，我今天也是刚入了这个正式版，入了以后它这个存档位会变成九个啊，直接抓这个，一开始抓光兵，抓了以后啊，试玩版里也可以抓，抓了以后就很牛逼，被全屏扫，我的天哪！我们看一下怎么抓这个地图位置，还是在我们上上期视频拿 JP 征服器还有猛兽之弓的那个海明洞穴啊，在地图下方这个猎人的这个岛屿上面，因为本作这个猎人抓了怪之后，他那个是无限次可以使用的，所以说抓这个光兵是很划算的。好，到港口这里往右上角走。还是回到我们熟悉的老地方啊，这个光兵上回把我干死了两次啊，这回就捕捉一下，捕捉光兵啊，在这里存一个档，存个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上走了，最好是有学者的辅助技能遇敌概率减半啊，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你就多逃跑几次碰运气。哎呀，遇怪了遇怪了，还是群体的怪啊，非常的美，加速好 GG， 好，重新独挡，重新往上走。好，我们就再走一遍吧。这回是逃跑成功了，这回逃跑成功了，不然实在没法玩了。这个，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，这个慢慢走跟快点走到底有没有区别啊？我这里是还是慢慢走，我怕又遇一下怪。这里有三个宝箱，三个宝箱毁灭的仪式石，把这三个毁灭的仪式石全部都给捡了，它就是我们要用来捕捉光兵的道具。毁灭的仪式石它可以对敌方群体造成大量的伤害，我前面打不过就用这个去打这个光兵。 OK， 好，捡到以后我们先传送，随便传送一个城市，先去酒馆把我们的四个人全部回复一下，刚才逃跑失败了，但是还是死了两个人啊，是旅店啊，不是酒馆，酒馆是更改队伍成员的。之后我们再次回到海明洞穴这个地方，还是一样的老地方再走一遍。好，回到海明洞穴，还是存档啊，一步一存档，之后我们只要遭遇光兵就行了，你有那个遇敌概率减半，就把遇敌概率减半给他卸掉，先给他卸掉，这样遭遇的话好一点。有条件的话，身上最好备几个复活药，一开始你复活药可以准备一下，因为这里你就算防御也很容易被打死。轮到我们这边的回合啊，就选择这个啊，刚才拿的那个仪式石，使用两次仪式石。我这里脑子短路了啊，这个仪式石是随便谁都可以用的，不是只有猎人才能用，它只是个道具，所以你轮到谁就先用仪式石，不然人都死完了，是这样。总共用两回之后，猎人选择魔物缩时捕获啊，就可以捕捉到了。你不管这个 BP 加不加，这个捕获都是百分百成功率的，只要对面是红血，这个可以抓到光兵，所以说这个就特别爽啊。一开始就可以抓到这光兵，这个技能叫什么太阳光线啊，梭拉比鲁啊，是不是那个太阳光束啊，好，捕捉成功，前期最强神奇宝贝，我去，直接入队，牛皮。然后说一下这个光兵的使用事项，他有人他点那个光兵他的技能召唤不出来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光兵一定要你 BP 征服三次之后才能召唤出来，每场战斗中只能召唤一次的。你可以利用商人的那个 BP 传递，给你的猎人传递一下 BP， 完了你的猎人就召唤光兵，哇靠，一开始就几乎是个无敌的状态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